再给 A 的上面两点呢，你知道的，我给打成是你，比如说 A， 请注意冒险，为什么这个阿贤要两点，这个 A 上面两点呢？知不知道？有没有知道？是重音，重音，嗯，重音不是，就是。是为了发音的缘故，因为我们刚才的看过啊，我们练习发音的时候呢 ，e a 应该怎么样读的 ？e a e， 如果你没有两点的话呢，你怎么样读的发音应该是什么？阿西阿西，但是阿西不是亚洲，阿西人两点的，这是为了发音的缘故，意思就是你要分开，好像两个音节一样来发音的，阿西人两个。本来 E 只有一个音节 E， 对吧？但是呢，你有两点的话，就是分开来发音的 A C E。所以这个字的小小的字其实有多少音节？三个音节。对的 ，A C E。Yeah， OK， OK， 还有一个，这个是什么？怎么样读 ？OK， 怎么样读？应该 client， 如果你没有两点的话，我们刚才学过 ，e a 是读 e， 应该是读 client， 但是不是 client， 不是荷兰字的 client， 客人。如果你们做生意，你知道啊，客人啊 ，client 是 client， 因为那两点你把这两个分开来读了，那两个音节了 ，client。所以这个是两点的作用。